面对中国大陆疫情，目前台港都是严阵以待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带您看到香港防疫部分。香港连接大陆深圳的文锦渡关口，星期四起为进口活鸡做 H7 禽流感病毒的快速测试，确保没有感染禽流感，才获准送到市场售卖。包括新唐人电视台等49家中外传媒机构，一早到文锦渡关口采访大陆活鸡 H7 禽流感病毒快速测试情况。一车车活鸡接近中午运到文锦渡禽畜管制站，穿着保护衣的食环署工作人员上车查阅卫生和出口证明书，和检查家禽是否健康，并在每批约1000只家禽中抽取30只样本进行化验。另外大家關注的這個快速測試，我們亦都會由30隻每一批的禽鳥的，有30隻的禽鳥咧，會去攞依個舌質腔的拭子樣本去做依個禽流感的抗原的測試嘅。咁依個抗原測試係包括咗大家關注的 H7 啦。通過檢查的家禽會直接送往長沙灣批發市場，等待漁護署化驗所的測試結果。样本将送交化验所，待3到小时有化验结果之后，证实没有感染 H7 病毒，才能推出市面售卖。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。